你不会？我不会了。你这眼神已经出卖了你了。好吧，我哪里也不去，我就黏着你，整天黏着你，今天明天后天就黏着你。我们不住这个洗手间了，就在这里睡觉吧。你就是点好吧。哎，今天还是回去吧，因为今天我姐回家，你还没见过她。你老老实实跟我说，你家里边到底有多少人？这还有郑浩啊，你早就已经收服他了。我姐姐是我们家最温柔、最善良、最善解人意的人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。也是，队长搞的那个都被我搞定了。